您喜欢赛车吗？2007年苏克达奥林匹克国际赛第一场选拔赛在台北开战，选手在雨中比速度、比过弯的技巧，画面相当刺激。刹车刹太急了，在雨中赛车真的不简单，刹车过猛摔，超车失控摔。穿白色赛车服一路领先的选手，脚长速度又快，起步过弯占尽优势。他就是去年苏克达奥林匹克团体组冠军刘君梅。我们入档期的技巧是差不多，那么不要太把赛车场上的技巧放过来，就正常骑，对啊，骑放轻松就好。2007年苏克达奥林匹克国际赛，台湾区的选拔赛从台北展开，分为 Speedway 跟金卡纳两种比赛，只要入选国手，就能在年底跟国际车手比赛。你还要记忆，然后你还要自己去设计一下你自己的跑道，对，像 Speedway 他都帮你用的好好的，模拟赛道这样子。年底可能会跟其他国家的这个选手竞争，有没有信心？有。知名车商跟中华赛车会在全台将举办4场选拔，让热爱竞速的青年有机会大展身手。为了让青少年能够认识、能够安全使用机车，所以说我们雅马公司特别举办这次的机车训练营。这场国际赛将在今年11月举行，台湾国手将跟欧美16个国家的选手飙速竞技，精彩可期。民视新闻林玉君、古高树报道。